这个扯铃哦甩给你，你用这个地方把它接住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是这样子，是到底是谁厉害？是他厉害不是，因为同乐嘛。准备接好。那我也谢小钟哥，你还坐在那。接好，接好。你会毁容。最厉害了，我们说他是文才艺还是武才艺？武才艺，武才艺，因为大家对我的文才艺都蛮肯定的啦。说蛮安全心。对啊，背东西其实老实讲，我们蛮喜欢背一些东西的。对啊，就是让人家尾牙的时候要把人家公司整个讲流程全部背完。OK OK， 我们就试着背。那武才艺方面，这个很难学的，大概要学3年才会学会，很难学，不好学。而且这个东西它需要有一点点的基础，不是这个。运动细胞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运动细胞养好，我先猜好了，铁猴拳，我忘了跟你讲，他要需要道具，你为什么不敢打？我没有啊，我有他就打肩膀啊，哎呀，这做节目这样做的，不能这样子，要这样，对敌人来吃就是对自己残忍，我学会了，那我猜完了，换你，不是。打那么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猜的跟你差不多有一点点像啊，真的吗？跟你讲嘛，铁狮子，不是跟铁没关系的，跟铁，我猜它是猴子，爬链道，爬链道，哎，爬链道，翻跟斗啊！奇怪，你们怎么会扁他？你讲翻跟斗就好像爬链道，哎，等一下，他说你怎么会扁他？怎么会扁他？对啊，第四就要锁猴子。我最早以前我在演艺圈奠定基础的就是爬链道，掉了，什么？我就排在那，有点类似啦，有点类似，类似啊，有类似，有点类似哦，但是会手上会拿一些东西，国剧武功，你刚刚那个谁也是国剧武功，都是猜国剧武功，就意想不到，这么喜欢国剧，我真的意想不到你会讲两遍，对呀、啊。洪都拉斯光说不练是假把戏，快秀出你惊天动地的武才艺呗！来，人可以看哈，就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捧个人场，多多少少来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不然人家吞热狗，你不服气要吞盘子。我吞盘子。好东西啊！锅盖加高腰裤，你表演完了。我跟你讲，高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身材啊是最完美男模的身材，37比例。哪一个国家的男模是你这种身材？不是，你讲，大家注意哦，马来模很少有这种 T 恤还扎在里面。一般不也扎里面的吗？你把字都盖掉了。幸好没有穿白袜子，你要笑我对不对 ？OK 哎呀，爱家的好男人。对对对，还好。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？一个锅盖，对，炒菜。当然不炒菜。其实来，我们把那个道具要先讲说我要表演什么吗？是，不用，你就直接表演。好，那就表演。来来来，现在需要什么？来，雨伞吗？不要雨伞，那个两个棒子。两个棒子，五，厉害了吧？哎呦！尤其是小哥牛，是来自金牌。哎呦！哇！帅！哇！厉害厉害！我恋爱情深甘甜，各种滋味哟。跟着转吗？因为你不跟着转的话，他脖子会一直转，就要跟着一直转，要不然找不到正面。你看又到正面了。哦，好，最厉害的飞碟升空。哇，飞碟升空。哇，不是，出错就不讲了，是吧？不是，这个算，那再表演一个比较。都没有啊。平常我是不会表演这个的，今天呢，为了你们节目，沙秘书挂休场了哦。好，人找找这个位来，进来进看板，来观看怎么样？进来进好夜班，来你就真歹命。看东看西，不如看这上一台；看清看板，不如来这买仙丹。人讲看会到，你想到看会到，买袂到真解药。今日规站为大家表演啥？今日表演扯铃，登山出名后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我大蛇，本家车尾带乌龟，再来八宝，今日两边蛇来小家，加帅两台，你要知这边蛇厉害，来。哦，就喘呢？为什么要转呢？因为这样还要到正面。摄影师，我过来一点好了，要不然会带不到我。哦，因为不是说我不对镜头，是因为扯铃会一直走。我们就是拉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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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啊，
我以前表演的时候，摄影师有一台会，是我还打死摄影机有一台会跟在身边，会上肩活的。那因为你们摄影师固定住的嘛，对不对？变我要配合他们，所以怪摄影机的，对对对，怪我自己的，打死自己。太精彩了，可以到天桥下表演啊！扯锅盖还真是厉害，要是能扯天灵盖就更屌了。就是我把这个扯铃哦甩给你，你用这个地方把它接住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是这样子，是到底是谁厉害？不是他厉害，不是因为同乐嘛。那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扯铃这个东西呢，它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它有生命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方向方位呢会随着扯铃的速度而更改，所以你就必须要跟着它不断的转动。你看这个叫做调铃哦，就是把铃调了好，慢慢的你可以听到它已经有声音了。我还休息几秒，来来来，准备接好。那我也写小钟哥，你还坐在那？接好，接好。你会毁容。快点。错哎，大哥你好厉害啊！哇哎，大哥你这么才艺表演的啊！恭喜陀中康，你退休的头路就是用雨伞接扯铃。马上来看宋欣宁压轴的才艺吧。这个需要脱衣服吗？不用脱衣服，但可能会黏黏的。哦，闻的闻的，都有，都有啊，文武都有。需要用到道具吗？要不要道具？要道具。要哦，你是知道的就对了。哦，我知道。哦，那需要这个场地吗？嗯，还好。我猜他是那个吐口水看谁最远。怎么可能是那个？哎，准，好准，好准。他刚吞了热狗，吞热狗，我们联想到什么呢？抓泥鳅。抓泥鳅黏黏。哎，对哦，吞泥鳅，你看怎么样？然后把它吞进去，然后再吐出来。那个是高雄十八招，在讲什么？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宋欣宁会黏黏的特殊才艺是什么呢？哇，哎呀，哇，这观众没看到，可惜了。真的，你要放哪？很 turbo， 很 turbo。你放你要的位置。哇，这个要强打宣传呐。这个 turbo 恐怖了。哇，黏黏的。我要热身，要热身了。哇！你住手！你的房子住手！哎呦！我要分蛋了！还要下回？哇！头发都粘到了。这是哪一招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好了吗？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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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了吗？下下。辛苦啦，连倒立吃蛋都想得到，但为什么不练个实际点的才艺呢 ？OK。好黏，好黏啊！满脸，你这是表演什么？这很难，倒立吞鸡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要呼吁一下啊，你们这些制作单位，不要去天上去想那种怪事来争议的，应该是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会想到要人家倒立吃鸡蛋？你们脑子装什么？